观光呢，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观光，不只是小吃美食而已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是不是邀请到我们台南市政府观旅局主任陈宏典主任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欢迎。咱保安广和宫吼，咱在地敬主庙啊，咱的总董事长吼，也是咱市议员吼杨忠兴杨议员。哦，啊，咱广和宫吼，即包括咱的哦总干事吼来将外将吼，咱等干事的吼，咱即个庙方的即个先进吼啊啊，个咱哦市长室秘书吼朱正轩吼朱秘书，啊咱民政局咱的长官吼啊陈仲杰。陈主秘，吼，啊，咱罗主吼，啊，以及一个各位无上好着的即个，即个代表，啊，包括啊，咱的校长吼，啊，真欢喜啦吼，咱即个教科吼，即个会当往下扎根啦吼，真正参悟着咱教科吼，其实无参悟啦吼，是讲自细汉吼就徛伫遮，吼，即个第十届，啊，其实那阿对我出世，我民国五七年出世，五十九年一科。六十五年一科，七十三年一科，八十一年一科，九十五年一科，即届就是第六科哦。即所以讲，伫人生的过程当中，哦，即少科伫遮，哦，足无容易哦。啊，以往可能咱会关心的程度无遐济，啊，慢慢哦，尤其像咱哦，即、這个副总干事，哦，我感觉即厝安尼会当甲即个。哦，包括老照片，哦，啊，甲咱的这个王光爷的精神，哦，全部要发挥，哦，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赞的一个里程碑。啊，尤其吼，其实要讲来吼，咱这历史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吼，啊，我简单先举一个例就好啦，哦，就是咱台湾的上江镇，哦，咱知影这届要出境可能有五镇啦，吼，但是伫日本时代。当时是一阵叫做英雄镇大湾上江团，这阵哦，伫兵伫大正十二年，迄个时阵还阁日本时代，裕仁皇太子来台湾行刺，伊阿伫嘉南台北一直沿路落来，来到台南的时阵住伫倒，住伫即个裕乐街哦，即、這个原台南县知识官邸，啊伊伫咱台南州哦，就是分林嘉义台南。要跟一团上江团，互来表演，要互皇太子看，吹出来的一阵，就是咱大湾上江团。啊，这阵内底的阵容有啥物人？哦，主要哦有咱淡厝的，哦，因小弟我有那淡厝的主题啦吼。啊，第二这个是老厝，哦，啊，其他包括王厝，包括乐达、甲阵，这阵是咱大湾当地是唯一的上江团。啊，这个上江团吼了有着一面锦旗吼，这面锦旗正要搁保留伫咱这个南湾四村北极点内底吼，所以这是有呐算咱真大真大吼，伫这个日本时代吼一个真有诶光荣吼，这是第一啦吼。啊，另外吼，拄则我呐讲着咱这个吉安王光爷，吼咱吉安王光爷差不多是刚郑成功时代吼做过来遮发挥诶。哦，所以伫遮包括吼，咱也有大湾国姓宫，哦，这姓丁啊，就是拜咱国姓公祖。啊嘛，兼这个像西江乡乡科内底，哦，足侪拢有吃好元帅。哦，所以这个吉安和王公爷，哦，这其实是漳州系统足重要。哦，这个新民做过来遮开疆辟土，哦，因为这拍过淝水之战的，所以郑成功的兵将兵书，哦，足侪人拢是拜这个。吃好元帅，哦，啊，佮吃安咱王公爷，哦，所以这是对咱来讲，拢是一个足肯定的，哦，啊，尤其拄则来讲着咱大湾的由来三百几冬，哦，其实咱大湾跟台湾这两字非常非常的相关啊，哦，为甚物叫台湾？哦，跟咱大湾是有一体的关系，哦，大家若有兴趣哦，继续较，若透过吼咱继续会当办这种文化季吼，会当甲更加侪即个在地历史哦发扬起来。哦，应该会当，哦，更加侪人认识啦吼。啊，而且拍摄吼，小小占款占个时间吼，啊，最后吼，也是要祝福哦，咱这科教书圆满哦，一切顺遂，合境平安，国泰民安哦，感谢，谢谢。